受人者吼的教授，拢请人吼，以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两位教授，教授分享的这兄弟姊妹，多谢。哎，今日咱要开始吼，要行中流国啊，要独立也好，要安怎好，你爱先学讲，爱讲清楚。咱即个讲讲的，唔好讲我们中国人，绝对唔是哦。啊嘛，袂使讲台湾省，因为已经废省啊，咱是台湾。你无甲讲中国，但是至少袂使讲台湾省。不来，咱嘛袂使讲咱的文化有五千年，咱的文化是，哎呦，干迄个做咱的迄个。未来的妹妹吼，啊，甲以及所有的台湾的原住民历史拢四五千、四五万年以上啦吼，所以咱有南岛的文化的台湾，啊，绝对不是省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中华民国就刚刚就拄啊，互咱食伫迄个金牛、金牛、金马、金牛、马，大家提恁好啊推吼。好，啊，即时咱来举办先，要来礼拜。哦，啊，因你无闲中间，咱三家来举办新礼拜。咱今仔日礼拜即时开始，咱三家来看咱的信念。伫喺咱的叙事单头前有三行的字，咱做者来念。咱三家来念，预备起，人啊！一站支持你，什么时候？摇花爱你什么？多多爱你，赢公义，心存怜悯，天地甲你的上帝三甲行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今日平安感谢你，在你做的圣职，你让阮在台中公公义兴隆教会，阮在民主论坛，我都得到真多听台湾的前辈，因对阮的勉励。我嘛，我嘛，伫只用改变阮真侪思维，互阮的心心灵，拢伫这中间有真大的进步。但我今日要礼拜大圣，伫只先恳求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圣名。阿门。咱来念圣诗，来站起来一个，振动一下哦。圣诗435首，带咱大家来念诗。咱。大咱大家来吟诗吼，我来，你嘛这拢伴奏拢有迄款规个拢规抓的吼。感谢上帝，微信你。